台湾、宜兰，吼、哦，遐呢拢咧唱歌戏。那这个歌戏啊，就歌歌仔，就是讲内底有山歌，吼、哦，有一挂啊唱念闽地歌、菜地歌，啥物歌有诶无拢有就对啦，这也做歌。啊，因为伊要把一个故事搬出来，叫做戏，啊，做歌戏。啊，但是以歌为主。这个戏就是爱以歌为主，一定爱唱歌、唱念，吼、哦，唱念。五六零年代，我伫个民国六十年的时阵，我伫个国声广播电台，我遐十六岁。十六岁吼，十六七岁的时阵，我伫个国声电台啊，因为迄个时阵啊，我都拢接触，拢都接触，只是我无正经去演去做，只是拢接触着，因为接触着歌戏的啦吼，歌戏的老师啦，歌戏的这些演员啦、演艺人员啦吼，以及咱这个流行歌流行歌的这些歌星啊，因为接受了，慢慢慢慢吼，这个世界变迁，我爸爸就不爱我行这条路，啊，不爱我行这条路，我只好当就跳脱了，我再去做美容美发。啊，美容美发我就往那一方面，所以讲我是乙级的美容师。结婚以后呢，吼，我再个去做里长，个做代表。哦，啊，你一定选调，搁选代表了呢。我想讲，嘿，啊，即马我会当自主权了嘛，吼。啊，阮先生也答应了，我讲，我想要来，搁走回头路，吼、哦，来去唱歌，啊，来唱歌戏，来演歌戏，来去教歌戏。伊甲我讲，以前甲我讲的，啊，你遐演哦，你遐演哦，啊，你遐演无，你归去啦，去创一团去演也袂晓，也是。不同意就对了啦，啊，慢慢的到年纪了，有啊嘛吼，甲做代表做里长遐都三十六岁嘛，了我讲，嗯，我嘛是吼，还是喜欢走我以前十六七岁的那个吼，迄个我向往的物件呢。后来他也觉得说，看我的所作所为还算 OK 啦，伊讲好啦，你也爱走，你就去走。吼、哦，哎，我讲好吼，安尼，所以就慢慢又把它弄回来，到了。八十几年的时候，遐做民意代表才是真正的，遐就正经就开始推啊。民国八十几年，就伫个咱这个明德高中教歌戏，后面八十几年，那九十几年就在远东百货公司，桃园的远东百货公司。后来因为九十几年迄个时阵呢，我大陆的遐的朋友过头路，我必须爱过，所以讲把这边的所有才拢结束掉，我才过伫迄边。啊！你又搁倒转来一百年，吼！你又嘛是搁未放弃，赶快搁做，做到一百零七年才真正的走入社大，开始教到现在。我是要去报名做小旦，啊吼！结果唱落去吼，伊讲袂用的，你，因为小旦较水啦。小旦迄行头整个哇就好漂亮，啊，我就爱做小旦，你知无？结果你看我的形唱甲介迄个，都敢那人妖，所以伊讲唔，你做小生好啊啦，哦好啦，听老师安排啦，嘿。生就是迄个文秋林嘛，过来就是迄个韩尚书嘛。我拢无予伊做老生啦，因为吼老生吼，即人拢爱看少年的嘛吼，啊，所以讲咧韩尚书、卢大夫啦吼，爱包括咱迄个许浩平遐吼，我拢予伊做小生。就是这个杜兰朵嘛，吼，过来就是内底迄个即个查某囡仔吼，即个嫔妃，啊，那皇后就变讲较中年啊啦，好，皇后就比较中年的哈，所以咱有小旦、彩旦、
老旦，吼，啊，伊就啊，过来就是花旦。生命为何不天公？公主把心锁啊，仙女啊。老生就敢那春风地啦，啊，风地伊个老生就是讲，以前个人嘛，不一定大家拢有吹手啦。啊！伊我甲设计的，就是讲，伊个喙手摕起来算啦，伊个假，变讲伊去斗的，敢若要接天动地时啊，用红尾斗两手。一朝金殿万点金，文武。八卦一条心，五家定条立国情，风调雨顺强水林，官人端正繁荣无，所欲戴戴金万号。良行不足，得到困扰，将天破门，天不大。那殿下的一个气势，气势要出来。譬如讲，咱即马江夏修丢雾轰轰，那个感觉哈，卖夹夹。夹夹就敢那讲较无胆，啊，因为遮阮家江城内底拢阮家，恁是要来阮家，毋是我去恁家，所以讲那种感觉就会比较好吼。江城小丢雾轰轰，帝王公主讨你厌，吼，就是等于说，阮家拢赞的，恁要来就爱我看你买啊，我有喜欢也无喜欢。好，过来哈，唱哈，我甲你讲哈，好来。脸可比脸为上如星，多难多面容如霜，颜容如霜。歌仔戏妆比较浓，比较粗，一般的新娘妆它就是采自然的，那电视妆它是采比较也是自然，譬如说。你舞台妆的颜色比较亮，大红、大桃红、大蓝色这一类的。那电视妆呢，它就不行。如果在电视上的话，它尽量走的是咖啡色系。再来歌仔戏，它会有一个就是假眼线、假霜啦，它会尽量去弄一个假霜出来。那一般的话就没有那么夸张。现在这一条就是。假霜，把眼睛睁大，就是画一个假霜的线，所以要等干了再画下眼线。那小生的眉毛，从这个地方眉头，到了眉峰的时候就要稍微往上提，不能像我们平常的眉毛往上提。眉峰一般都是在三分之二的地方，等于说你的眉毛前面淡淡的，后面要加粗加黑，这样的话眉毛跟你的假眼线就有一个距离，才不会那么的紧密哈，那眼睛看起来就会大。戏剧的脸谱，那小生或是三花，或是小旦。就是从眉毛去变化，那眉毛呢？一般的，像小生的话就是最一般的，然后一字眉。那如果说三花的话，它就豆豆眉，好像一个豆点呢，大豆点，那小旦呢，就是比较柳叶眉。小生哦，就是要画那个鬓角，
那口红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的元宝嘴，哈、哦，元宝的感觉。先用深色把它勾勒出来。勾勒了以后，你再用你想要的颜色，再把它补满。就可以用纸这样把它上下印开，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去把颜色就涂到了那个牙齿。这样的时候呢，这样就 OK 了哈。高湾撒贝外，云母青处别有天。徐浩平哦，在十八年前我们认识了。那我有出一对 CD， 我徐浩平还有杨秀清嘛，就是那个哈诶乐琴迄个呀，哈迄个杨秀清，我们三个都出一对叫做啊这梦入芙蓉。三面梁山伯，好，阮就出一块 CD， 伫个十八年前。啊了后呢，慢慢了，伊就是拢伫国外直直走嘛，满世界走走走。啊，我就甲问啦，我讲，哎，阮即届吼，歌戏吼，你敢有要来参与安尼啦？伊讲，我讲，伊讲伊伫英国嘛，伊拢有时啊去教课。啊，我讲，啊你敢要转来？伊甲我讲好哦。啊，我讲，安尼我先来迄落你，互你唱个甲讲个部分吼。啊！你学一下，啊！再转来演安尼好袂？伊讲好。啊！迄天来甲我讲，嘿，我去买这两支道具吼，万几块。我哇塞，你遮厉害，你也会晓。伊讲伊嘛会晓变脸啦，啊，这嘛会晓啦。我讲安尼上介好，安尼我甲你讲，互你做林相国。啊，你吼坐轿，坐轿安尼吼，迄个感觉足好安尼。啊，伊唱甲真好，你看台语嘛足好，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想要，你肯。没有学不会的啊，没有难事嘛，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我从小就住在妈祖庙，我们家是做生意的，然后只要有妈祖庙的庆典，妈祖生那种日子，都会以前的人还没有那种是固定的棚子，都是临时搭的野台戏。那我从小就会，只要时间到了，我一定到后台去看那些女生跟那些小生小旦是怎么装扮，我几乎都是躲在后台不离开的，从头订到晚，他们演完我才离开。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哦，因为我们参加狮子会，然后狮子会刚好有我们梁金生总监那一届刚好有提倡我们要成立歌仔戏班，那时候我们就登记报名，结果一学了就无法离开，因为真的太着迷了。两位老师都很认真的教导我们，我们这些学员也都很认真的学习，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能够很了解歌仔戏的一些忠孝节义的一些过程。我算是在南部长大的小孩子，那我们家也是比较靠近庙，然后只要有庙会就会很好奇啊，哎，今天是演什么剧情啊，穿的什么衣服啊，都会很好奇，就是也是会在台下观摩这样子看。打扮起来就是一个成就感啦，像我们 po 上去，有活动，然后会把照片 po 上社群嘛。那朋友就很好奇啊，这个是你吗？怎么这么不一样啊？然后就觉得，好像有得到一些不错的反馈啊，就会想觉得要想要
很期待下一次的演出啦，然后不一样的造型，每一次的造型都要会想要不一样。那我在这里很感动，就是说我们那个林佑老师还有我们的庭教老师，伊敢讲吼，讲真的，伊其实迄个林佑老师吼，为遐远来个才敢讲，伊其实是为了这个传统戏剧文化的传承，要教导我们，他完全不是在探钱还是什么货，真的，他我那每演一出戏，他要劳心劳力，又伤眼睛，写那么多的剧本。这次我听到老师说要这个大型的公演哦，我真的是觉得是不可思议啊！竟然学歌仔戏可以上舞台，像我们这种年纪，竟然有办法学上舞台。说真的，如果早知道可以上舞台，我早就不要当代表了。我参加黑狮子会，然后做那个干部，然后我们会长刚好我们第一届来来推广我们歌仔戏，就是 B2 区的那个歌仔戏，然后我们会长就是说，会职干部来参加，然后我们就三个人来参加，结果一表演的时候，剩下我一个就留到现在。那因为什么会留到现在？因为我们的林佑老师跟黄庭佳老师是教的真的非常好，然后他们也是很玻璃心，就是讲他不会用骂的，不会用很严厉的，就是一共诶五分，也我来听下来五分就好啊，啊随便就我们自己。依照自己的模式这样来演，所以很轻松。那我是觉得，就我有办法跟林佑老师哈，他真的是发扬传统戏曲，他把我们的精髓哈，真的是淋漓尽致的这样子表达出来。所以我也常看老师的以前的影带，有时候去那个什么嘛，叫就特别去把他叫出来看老师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是，就是老师是变成是学习的对象，就是偶像。两三年前嘛，刚好我们的B2区的那个歌仔戏班成立，那时候就是说，因为我太太因为也是小时候歌仔戏没演到，然后我们就刚好是一起赶到这边来学习了，就是这次才是真正演一个真正的歌仔戏，以前那个是只是结演而已啦，啊，今嘛这是。仅仅是上台表演，就是现在开始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歌仔戏，就是爸爸说读书唔读咧，演什么歌戏？结果刚好有个姻缘，就狮子会要招生啊，那是很好的。又遇到我们林佑老师这么优秀、这么有学问的，来教导我们哦，让我们。每天过得快快乐乐，我们就在那个狮子会里面，就在开始各会里面招生。我们里面的会长，我们的前辈就是说，我们会没有人参加，没有面子。那么你这个外省人，你去参加好了。回到家问我老公，我老公是闽南人，问他，我老公怎么讲？你哪般国语，我都要做，我都会出戏呀。我他，我能演歌仔戏，他就可以上台了。我说老公太小看我了，好，我哪天我上台给你看，我继续跟我跟对了老师，我们林佳老师跟林佑老师真的超棒超棒，他能够把我们大家，不要说大家了，把我调教到现在，我也可以上舞台剧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半夜睡觉的时候我都偷笑，偷笑，笑讲我要来上舞台。我目前吼，那是暗时啦吼，回去阮家就是就伫咧电脑修改剧本，吼啊处理音乐，睡到两三点，啊睏一点点啊爬起来吼，早起时就是爱去。我即马吼，以前有12位啦，啊即马已经用要挡袂牢啊吼，剩拜二2位，拜四2位，拜五1位，拜六2位啦，吼即马剩7位啦。减掉5位啦，哦，啊，就是迄啰咱大溪大溪区啦，诶，一个张正元里长，吼，遐有一班啦，过来三鹰社大一班啦，过来松柏大学一班啦，过来就是长青学院一班啦，过来就是咱狮子会啦，过来就是树林社大、桃园社大，即嘛安尼。
那我会把它编入在里面，就是适合这个角色，适合这个剧情，适合这一个啊、桥段，它必须要用什么样的啊、文武场的音乐而去诠释它，需要配上这个曲调。那曲调配好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示范，好、让大家去诠释哈。就是我看你，你看我，哦，把那个感情啊，哈、完融入进来。迄、那个形象水，这叫做默契。啊，无到尾啊，两个拢无默契。啊，你讲你的啊，我做我的，吼、哦，这个都不对哈、哦，一定要很小心哈。带学员，咱敢若讲，咱也有所在，甲咱喜爱这个歌戏的人啊，咱予伊有一个所在好表演。过来就是讲，带因去建教合作，甲一挂剧团，吼、哦，伊恁若有需要演员。哦，临时演员呐、啊，阮家的学生会当去甲你支援。上起码咱学生我有教伊扮身，教伊唱念，吼，教伊出入台，佮教伊变啊演戏。归去吼，来去教歌戏，歌戏即马就是政府伊要推展台语嘛，啊，搁即个伊要保存咱即个传统文化嘛，啊，我若教歌戏，我则甲即个夜景、甲咱遮的道德、甲遮的经典的物件，甲加入去。我上起码是想安尼，后来慢慢，哎、欸，真的有这样。所以你看我的一挂遐的剧本，我内底拢有掺一挂遮的物件，遮的元素。就是甲道德的元素，甲咱遮经典的元素，我拢甲加入去。浮苗好养不完，浮苗名养不烂，就是这个《弟子规》的里面的这个。蝶恋衰落的时候，末尾示威的时候，你要安怎用你的精神去甲推？啊，如果讲你那是会演会唱。哦，当然，你就是以这个所在，你去推展你个人的这个吼才学，吼、哦、啊，你甲推展出去。啊，你若无，你要安怎？你要安怎用你家己本身要安怎互人客记住你？哦，这就是安尼嘛。啊，人客若会甲你记的，哎、欸，啊，表示说他认同你，认同你，你要传承推行，啊，就较紧啦。北大策进会理事长黄廷嘉，哦，这个吼、哦，咱讲实在，我吼先把酒就该讲拄到这个。天光之前，你若说不出我的真名正姓，就算你输。对小明走。我若查出你的姓名来历，就由公主我安排呀、啊。好，从天为证啊，一言为定。